据香港媒的报道，本月十八日是反奴役日，全球关注奴隶问题人士将联手唤起大家对这个全球性罪行的关注，并引发大家以行动终止这种不公平的待遇。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， Liberty Asia 将连续举行一个星期的活动，已邀请了摄影大师夏永康为蔡卓妍、薛凯琪和杜文泽各拍摄反奴役半裸宣传照，亦将于十八日的展览中公开展出，以行动唤起公众的关注。